大家好，我是来自 DaoCloud 的张世明。我分享的内容主题是节点优雅关闭，萌新的 K8S 开发入门之旅。说到参与进 K8S 的开发，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困难或者对自己不自信，人本能的对一些未知事物感到的恐惧，这是人之常情。但很多事情你尝试了之后才会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子的。今天的分享内容主要围绕着我个人做一个萌新入门 K8S 的开发的心路历程，参与开发了优雅关键的一些功能，以及熟悉 K8S 社区开发的协作模式。与公司内部集中式的项目开发模式不同，几乎所有的开源社区都是一个分布式的松散的组织， K8S 同样如此。为此 K8S 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社区治理制度，协作上主要围绕着 issue 和 PR 展开。那么开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在一个搬砖的下午，我收到了一个需求，需要调研一下 K8S 的新特性节点优雅关闭。于是我马不停蹄地看一下文档，搭建环境，配置好参数，搭建好了环境。好不容易整个测试环境好了，但是发现 一行警告，身为有点技术洁癖的人，这简直不能忍啊。于是我反手上 GitHub 提了个 issue， 按照 issue 的模板写上发生什么以及我的测试环境等等。可能有些人不太熟悉这个界面，左边呢是一个 Markdown 的文本编辑器，右边的上面红色框是该 issue 的一些标签，右边下面的红色框是修改该 issue 的 PR。由于截图是已经完成的时候后续截的，所以这是个完成状态。并且的话，描述部分的话，由于一开始比较萌新嘛，不太清楚，贴了一张图片。其实最好的话还是尽量用文本去贴。在贴了 issue 之后，当时看到还缺少一个 sig 的标签，然后的话会看到标签那栏有一个 need sig 这样一个标签，它提示我需要去补一个 sig。 当时的我也翻了一下文档，翻了一下有看到有很多的 sig， 自己对照了一下，挑了一个最合适我那个位置的 sig 标签，因为是跟 Kubernetes 相关的嘛，它是分到 signal 的这一块，所以说我主动回复了一个杠 sig 然后 node，然后这样子就触发了它的 CI，K8S 的 CI， 然后就接受，可能是接受了我这个回复吧，主动给我添加了一个 signal 的标签，然后删除了 need sig 的一些标签。提完 issue 之后，我回顾了一下报错信息，感觉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错误，于是就配置文件。其实就是配置文件被赋予了可执行的权限。于是呢，我默默地翻了一下代码，定位到了问题代码部分，修改了一下，在测试服务器做了一个简单的验证，发现了事情果然如我想的一样。于是呢，我又上 GitHub 去提了个 PR， 去修复我自己提的 issue。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PR 的结构和 issue 也是类似的，左边是个 Markdown 编辑器，右边分别是 reviewer 等等，下面的是 label。 reviewer 呢是 CI 自动给 PR 分配的，它会根据修改的代码的部分随机挑选两个 reviewer 然后分配给你，但是呢可能分配给你的 reviewer 已经不活跃了，所以的话可能你的提一个 PR 会好久没人理。所幸我这个 PR 提的是比较幸运吧，很快就有人回复了我。
这边从左到右，从上往下看，很快就有人回复了。首先也是肯定也是看了我的修改嘛，给我回了一个 look good to me。 CI 呢也给我这个 PR 添加了一个 look good to me 的标签。后续又有人帮我 assign 了 approver。 其实就是有权限合并的人，他有权限去合并我的代码嘛。他回复个 approver 的话， CI 就会自动再给这个 PR 去添加个 approver 的标签。在你这个 PR 集齐了 look good to me 和 approver 的标签之后，并且没有什么其他的阻止合并的标签，这时就会触发 CI 的合并流程。这个合并流程先会把你这个 PR 的单侧重新再全部跑一遍，然后的话会把你合到仓库的主分支。至此我一个小小的修改就成功的合并了 K8S 的主库，心里还是有点小高兴的。除了这个 PR 之外呢，后续的工作中我还是默默关注这个方向的问题。就优雅关机这一块的话，也提了很多相关的 PR， 大部分也都是成功合并了。从这里看可以看到，从下往上1.21到即将发布的1.23，都有我对于优雅关闭的一些修复和增强。从跨出第一步开始到后续，暂时还是比较顺利的嘛。又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我打开 Slack， 发现触发了新剧情，突然被社区大佬小窗了，说是基于我长期在优雅关机这块的贡献，有个优雅关系的新需求，问我是否感兴趣去做。大佬提了这个需求，还给了一些需求文档以及 API 设计的文档，其实就是 KEP 嘛，让我参照的 KEP 去实施一下。我当然非常爽快地接下了这个任务。当前的话，优雅关机其实只有两级，一级是系统级的 pod， 一级是普通的 pod。 优雅关机先会关闭普通 pod， 然后再去关闭系统级的 pod。 这个新的需求呢，其实就是让优雅关机的层级可以变多，并且是可以配置的。在这上面呢是原先的配置，下面是 KEP 里新增的配置。这个新增的配置呢，只有在原先的配置都为零的时候才会启用。新增的配置是基于 pod 的优先级，对 pod 进行一个分组，分组的规则按照这个配置的表来，每组给予一定的优雅关机时间，优先级从低到高依次关闭。总体来说，这还是个较为容易的需求。身为资深搬砖人的我，很快就完成了初稿，像单侧一突一也是写的比较完善。后续我就直接艾特大佬们来 review 了。经过断断续续漫长的 review 历程，即将也要接近 1.2 的发布了。你们认为我这个 PR 能顺利合并吗？最后还是没来得及让大佬做最后的 review。拖到 1.22 都已经 code freeze 了，代码冻结了，都还没有合并。发的申请给 1.22 的 release team leader， 延期合入的一些申请，然而还是被拒了。简直一把辛酸泪，这个 PR 要被拖到 1.23 了。一个月后 1.22 正式发布了，我总想我现在我这个 PR 应该可以合并了吧。当时我是这么想的，然而现在想来还是有点太年轻了。 Signal 的大佬来 review 代码，
感觉KP 里这个新功能的命名不太好，需要重新命名一下，其实就是调换了一下名字的语序。由于我这边是按照 KP 写的来的，所以说我要先去修改 KP， 然后的话我就开始了我的支线任务，向 KEP 提交 PR 来修改这个优雅关系新特性的命名。这边是我提了一个 PR， 然后去 KEP 的仓库去提的。后续的话也是比较顺利， KEP 总算也合并了。最后我回归到主线任务，又是一波 rebase 和重命名。其实这么长时间来我已经 rebase 过非常多次了，就单单这一个 PR。 然后就是等待大佬们继续的 review， 看这里有好多 owner， 想这个 PR 合并的话就需要这几行里面的每一个 owner 去每行 owner 文件里面的 approver 去回复一个 approve 的指令才能触发，等他们全部回复完之后才会触发 CI 的合并流程。感觉这又是个持久战吧。我的话在 Kubernetes 社区也混了挺久，成为 member 也有一段时间了，对于社区的体系也大致了解了。从下往上，第一个是非 member， 主要对应的是未加入 KBS 组织的人。member 是指有一定贡献并加入组织的人。 reviewer 是在 member 的基础上对某个 SIG 的代码有一定熟悉，并且 review 过一些PR， 就可以申请成为 reviewer。其实你提的每一个 PR 的话 ，CI 都会随机选择这一块的 reviewer， 随机选两位指派去 review 这个 PR。除此之外的话 ，reviewer 在我看来其实跟 member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都没有合并代码的权限。Approver 是在 review 的基础上，有的这一块 SIG 的合并代码的权限了。Approver， 其实这是一个质变，就是有没有合并代码嘛。Owner 的话是在 Approver 的基础上，在我感觉来有了更多的一些话语权，比如说是否接受某个 KEP 啊，或者制定 release 的下个里程碑啊，其实更多的在我看来是把控整个 SIG 的一些大方向吧。在社区混了这么长时间，我也感觉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还是有的，可以去帮忙 review 更多别人的代码，所以也提了个 PR， 申请把自己列入 reviewer， 有机会去帮助更多的人 review 代码。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话，其实可以艾特我，或者是艾特近一年内在国内在社区比较活跃的人，其实也是可以的。我相信大家其实还是整个社区还是比较友好的，总体来说在 KBS 社区里，在我的感觉上。下面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优雅关机以及基于权重优雅关机的一些特性。然后的话大家看到这光标所指的位置，它是优雅关机的配置。第一个的话是优雅关机的总时间，它是30秒。也就是说在关机的时候它会先抑制住关机动作30秒，然后在30秒之后去释放。然后的话第二个的话是系统组件的优雅关机时间，它的话是10秒，它会在总的关机时长30秒的最后倒数10秒钟的时候去尝试开始关闭。也就是说普通的 pod 从一开始就关，然后的话过了20秒钟开始关系统的组件。然后的话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pod 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最底部的是 pod C， 它是一个优先级为0的 pod。
它的话就是最普通的那些 pod。第二个的话是一个自定义优先级的 pod，它的话我自定义的是1000。然后的话，第三个的话是一个跟系统组件同等优先级的 pod。在我们再来部署应用，在原先的这个配置的情况下，预期的话是 B 和 C 会同时关闭，然后过20秒开始去关闭，去关闭 A，然后我们去发送一个关机信号，我们这边不实际去关机，而是发送一个关机信号，提升一下速度。然后的话，我们这边马上就应用就部署完成了，三个，然后我们发送一个关机信号，可以看到 B 和 C 同时开始关闭了，但是 A 的话要过20秒的时间开始关闭。大概看这样子是符合预期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符合一个预期的情况。但它在 terminal 之后的话，大概会过一段时间会变成 error 状态，然后 error 之后的话，再过5分钟，它会变成，它会被实际的删除掉。这时候的话，它就会实际去调度到别的节点上去了。这是1.22的一个特性。在1.22之前的话，1.21的话，它有一点点不一样。它是一被删除就重新调度到别的 pod 上，这是有一些差异。然后的话，我们这边改好的配置，恢复一下现场，演示一下新的配置，基于 pod 优先级的关闭。然后我们这边加载一下，然后的话去发送。等应用重新起来，等应用重新起来，然后我们这边加载好配置，一切准备就绪，等应用重新起来。这个配置的应用的话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分了三级，第一级的话是大于并且等于这个的话为一组。然后大于等于1000的话为一组，大于等于零的为一组，也就是说每一组它有10秒钟的关机时间。也就是说，按照预期来说的话，A、B、C 三个 pod 的话，它会按顺序从 C 关闭，然后再从 B 关闭，再从 A 关闭，每个间隔10秒钟，是这么一个情况。现在我们开始，大家可以看到 C 开始去关闭了，大约过个10秒钟，C。变成 error，刚好差不多都是10秒钟的情况，然后的话 B 也变成 error，B 也变成 terminating，然后的话再过10秒钟，A 也开始关闭，B 也变成 error 了，基本上是符合预期的，主要就这么多。谢谢大家。